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。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。即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。过不归，道两亏。28，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。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。即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。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别人的缺点不要去揭穿，对于他人的隐私切忌去张扬。赞美他人的善行就是行善，当对方听到你的称赞之后，必定会更加勉励行善。张扬他人的过失或缺点，就是做了一件坏事。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，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归过劝善，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。如果有错，不能互相规劝，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。